这锅里面都是卤料，大肠、豆腐、卤蛋、鸭血啊，你都玩了，你们的了。我现在在红濑啊，来到了红濑，除了鸡爪是必吃的以外，当然还有酸菜面了。红濑有好多家非常有名的酸菜面了、啊，然后我选了一家，就是很多小伙伴推荐说是，可能是红濑最好吃的一家。现在我打算去试一下。到了啊。好多种食材都是可以自由添加的啊。青蛙泡泡，你别点你哦。不点你。毛你个点子。十八号的哦。十八号的，十八号的。我不得。爪藤抽吗？龟蟹。爪藤抽吗？龟蟹。哦。然后，我看一下，就爪藤抽吧，龟蟹哦吧。嗯，我倒光来这的。好。里面那个锅是在煮面。也是一直煮不停啊！我这碗怎样？你这碗是二十六片，好。你有到这儿收好了？直接收了。老婆坐在那边来可以。你好像去阿侪年了是啊？十八年啊。这锅里面都是卤料。大肠、豆腐、卤蛋、鸭血啊，你们玩了，你们的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拍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来看一下我这一碗酸菜面啊，加了一个鸡翅，这个是整翅啊，翅尖、翅中、翅根，然后加了一个芋头。哇，这个芋头就是看起来感觉就非常好吃啊。然后底下还有豆腐，然后酸菜，这个是醋肉。哎，我还加了大肠啊，大肠应该就在这边，看到了，在这边，这个是大肠，然后底下就是面，好久没吃了，赶紧来试一下啊，先来试一下这个芋头，它这个芋头是炸过的，外面这个壳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的芋头非常的绵啊，这个芋头好吃。大肠，它这个大肠用的都是大肠头啊，然后这个是醋肉，我加了五种料，我这一碗是26，感觉还可以啊。底下的面，这个其实就是方便面啊，快速面，对。来口汤啊，它这个是牛肉汤啊，豆腐、鸡翅，也是炸过的鸡翅啊，酸菜啊，这个面要夹着酸菜一起吃才好吃啊。芋头，它这个芋头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了、啊。我们这的酸菜面就是丰俭由己，各种卤料、各种配菜，你随意加。然后他们家是用的方便面，大部分用的是方便面，然后有人会配那个生面。这个汤是用的牛肉汤。有一说一啊，酸菜面其实我吃过很多啊，他们家真的酸菜不错哎，这个味道你看。吃到底下还有好多料，这个是翅根，他们家也开了10-20年了，个人感觉它这味道在我吃过的酸菜面中算是挺不错的，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感觉也是不是很贵啊，对，我加了那么多料总共是26，可以，确实是挺好吃的一碗酸菜面，然后我觉得大肠醋肉真的是吃面线糊吃酸菜面必点的，对。忘了问了、啊，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，你觉得怎样？